시간이 묻거든 발이 막히고 숨이 막히고 frozen Even though I got to get to crazy自我介绍，开始我们的考试。那我们现在来进行一下最近韩国流行的自我介绍方式哦。请启贤自我介绍一下。아오늘제가거울을봤는데今天我看到镜子哦。얼굴컨디션이상당한것같아요。我觉得我的化妆状态很不错哦。오늘좀괜찮은것같아요。今天好像还不错哦。네오늘좀괜찮은기현입니다。我今天是还不错的启贤。안녕여러분大家好。欢迎哦，陈启贤。我是浩洋，请多指教。OK， 大家好，我是 Very Very 的开心果 ，Thank you， 꿈，要超过前面的哦。大家好，안녕하세요，강민입니다。大家好，我是강민。유강민，给我们一点力量。유강민，유강민。快开呀！金融村，金融村，金融村，哎，金融村，哎，金融村。大家好，我是韩国人。모두알고있을걸요？알고있어요？大家应该都知道是什么。고향을말해줘요고향을알고있는지몰랐어요我不知道大家都知道。大家好，我是很可爱永生。아역시우리永生이자기소자기소개할때도형생각해서헌크아이라고果然永生也是在自我介绍时候也是想到哥哥，所以才会说出很可爱。很可爱，很可爱。